各位观众，我是菲律宾圣经神学院的院长邵成光。今天我们要看《撒母耳记上》，我们要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这一段经文里面，是提起子民要求有一位王。子民要求的君王是谁呢？就是当他们把这个观念。 而是这种请求向沙门提起的时候，沙门很不喜欢。那撒母是神的代表在他们当中，作为一位诗师，作为一位先知，他肯定不喜欢他们当中有欲望，因为在以色列从四世纪开始，他们可以有领袖，他们可以有人在他们当中。 但是他们是代表上帝在他们当中。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而是这里当中所提出来的一个真理，其实是从神智的时代变成君王的时代。是不是在以色列当中，上帝不赞成他们有君王？假如你仔细回到《生命记》十七章。 来研读的当中，你知道老早在圣经里面其实有记载。有一天，当他们愿意要在他们当中像别人一样，有一位君王应该怎么来处理？但是那当中所提出来的，特别是向君王提起一些重要的条件，特别要提起他们不应该爱钱，他们不应该随便乱来，要他们读。 上帝的话语，所以当这个观念向沙门提起的时候，这位先知的沙门也就要教导他们。其实他一直劝勉他们：不行，当你真的要有王的时候，他可能会做些什么事。所以第八章特别提出这几个重点，但是他们一直要有意为王。 第八章到十一章，若按学术界的研究，按研究《沙摩尔记》上的这一种的研究方式，其实老早用文学的研究方式呢，提到这里面有很多的矛盾。比较开放的学者很喜欢提出一些困难，他们提出到底是他们要赞成他们有王，还是反对要有王？ 但是，当我们把这一段经文一起的读、一起的看、一起的默想，你就知道圣经里面其实没有冲突。沙摩尔尽他那一份的这一种的劝告，他们当然不愿意听。虽然他很难过，但是神还是容许他们有一位王叫做沙罗。 扫罗如何成为他们的君王呢？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就很清楚的记载。这当中就特别要提出这个领袖被拣选的特点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扫罗有几个特点，有几个特点。他被高抹之前，九章就特别用故事提出。 他的一些情况，到底扫罗是怎么样的一位人物呢？其实圣经的作者，这个很有趣的，很这个很仔细的写下来，到底他是那一种人物？所以第九章的第二节提出这个扫罗，他是又健壮又俊美。 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人能比他身体比众人高过一个头。这里提到扫罗健壮俊美的外表，因为他们所要的王应该是一个很俊美的王，他的头高过别人一头。第九章的历节也特别告诉我们他的身世，他不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位勇士。 是一位能干的人。第三节、第四节提到他父亲命令他找回一些动物，你可以看到扫罗呢很听话，他是孝顺、听从的儿子。则提到他父亲要他与一位仆人去寻找驴子。 这边很简单的一个任务，但是他马上处理，马上处理。他是一个蛮孝顺的一个儿子。当他们在找来找去的当中，当然找不到。仆人就向他建议：听说在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位先知，叫沙姆尔，你去见见他吧。假如是一个那一种。 儿子不听话的儿子，或是那种性格很刚强的儿子，绝对不愿意听仆人的一些劝勉还是一些建议。你可以看到这个扫罗呢，愿意跟他谈，也愿意听他讲，还很扭曲的。我说，我们如何来见这位先知呢？我身上也没有什么礼品送给他。他愿意谦卑受教，他愿意谦卑受教。 所以当中也其实也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的身世，他如何在这个故事演变当中成为以色列人所要的这位君王。他蛮顺服的，有机会跟这个沙姆尔来谈话，那沙姆尔也特别。 这个提出他是上帝要选择被高莫的那位君王。这个君王，那是河本翻译的“君”，那个那个字，那个字呢是可以翻译成为领袖，或是成为他们的领导。为什么没有直接用 “melek” 这个君王呢？因为他。 也就是代表神在地上掌握，上面有一位比他更大的一位王。当扫罗知道这回事，他特别也提出：“你看我，我这个家人，我的背景是怎么样的背景？”他不敢多讲，因为他家庭的背景、他们的身世，或是…… 可以说，变量民支派是这些支派当中可能最小的支派，但是沙门还是愿意高墨他。沙门在高墨的当中，其实也就是上帝借着这个沙门来高墨扫罗的时候，这个他沙门也特别告诉他几方面的一些印记，受高的印记。 萨摩耳也特别要告诉他的时候，会发生的一些事。这位先知先预告，让他知道，他会碰见两个人，他会遇见三个人，他会遇见一些先知。为什么还要很清楚的这样告诉他呢？其实要让他知道，他就是上帝的受膏者。就现在他高抹他的时候。 现在他把油倒在他身上以后，这个这一种上帝要卷选他成为以色列的领袖，成为以色列的军，成为带领以色列人往前走。撒摩尔也特别很仔细的提出这一点，在生，撒摩尔记上的第十章，这个第。 啊，第九节告诉我们，扫罗转身离别沙摩尔，神就赐给他一个信心。当日这一些掉头都应验了，这些掉头都应验，就是沙摩尔告诉他的都应验了。这里里面特别提到，上帝赐给他一颗新的心。 上帝使用的人，上帝必转变他，赐给他一颗新的心，让他有机会来服侍主，有机会来服侍主。那扫罗也因此就这样可以来服侍主，所、so, 碰见的这些掉头都应验，其实就是让扫罗知道上帝要使用他，上帝要使用他。 萨摩尔在高末扫罗的时候，只有他跟扫罗，很可能他的仆人在，只有少数人。那所有的人如何能了解这是上帝要使用的人呢？圣经里面很仔细用九章、十章、十一章提出这个扫罗刚开始要如何服侍主的。 一些故事，除了要证明这个向扫罗证明他是上帝要用的人，其实很重要。无形中要告诉我们，就上帝很公平，上帝其实也给扫罗很多的机会。上帝其实让他在起步的当中，正像其他他要使用的人一般，他们谦卑来到主的面前。 多少时候，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扫罗的故事，我们就提起，好像前面这几段好像没用。其实这几段的经文，第九章、第十章，甚至第十一章，就是要让我们看出上帝如何这个让扫罗成为他们当中被接纳的一位领袖。 而是带领他们往前走的君王，子民要求一君王像其他的国一样，啊，现在上帝拣选他了，让他可以成为他们的王。请问，假设扫罗真的一样的愿意很听话，正像大卫一样的听话？ 上帝会不会让他继续做君王呢？这是读《三门记》上的一个大难题，或者是读《三门记》上很多人想问的问题。可能你会提出，可能上帝已经预知，上帝预定，上帝一定会拣选大卫为王。嗯，假如你，呃，圣经说的话。 你可能会回到这个创世纪《创世纪》，《创世纪》提到亚伯兰上帝让他家中有君王会从他而生，这是复数，是多数，很多君王从他而生。到了《创世纪》的四十九章，我们知道君王必须要在犹大的支派里面，便亚明。 的支派被选出来的扫罗，是不是可以当他们的君王？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在九章、十章、十一章，我们看到这些百姓所选选的这位要在中间带领他们往前打战的这位王呢，这位扫罗是有恩赐。 圣灵也赐给他新的一颗心。第十一章更让我们看到他的儿子。第十一章呢，这个在敌人要攻击他们的时候，衙门人要来攻击他们，扫罗也就往前冲，往前冲，他打了胜仗，打了胜仗。弟兄姐妹，第八章。 撒门反对，但是还照按照上帝的旨意，也高没了扫罗。第九章提起扫罗的身世，提起他如何有机会跟撒尔见面。第十章提萨撒尔所讲的几句话，都应验在扫罗身上。其实上帝也让扫罗有机会来服侍主。 有机会服侍主。第十一章更让我们看到他的恩赐、领袖的能力，在他们当中显出。这些群体有一些人甚至很不高兴说，说过去那些反对扫罗的人，我们应该把他打死，因为他们不愿意由他来带领。 因为这群人已经看到扫罗带领的恩赐，是的，扫罗是百姓所卷选的王。是的，保罗后来啊，对不起，扫罗后来也不听话。但是我们知道，从这前面的这几章，其实很仔细的记载他如何开始的侍奉。 我们的主如何有领导力带领这个群体往前冲、往前冲？刚才我提到的问题要如何来解决呢？要如何来解决这个犹大支派跟变雅民支派之间的矛盾呢？另一种看法，假设你可以接纳这个预定论，假假如你可以接纳这个，肯定扫罗会失败。 因为他不是犹太支派，那假如这个不成为你的问题，那我们也就可以这样的解释。小罗后来也失败了。第二种的可能性，我们可也可以把这个问题归给这些子民，这些子民呢可能没有读经，这些子民呢根本不懂《摩西五经》。 根本不了解，所以刚好被选上的时候，这个边量民自派，他们也没有反对。假设用这种推论，其实也有些矛盾。矛盾出于哪里呢？矛盾出在这个，因为上帝吩咐萨摩尔去告抹他，吩咐萨摩尔去告抹他。那假如你要说子民不认识圣经，那萨摩尔会不会也不认识圣经呢？ 神的先知怎么会不认识圣经呢？这个有一些困难的地方。第三种的可能性呢，是把这个被掳归回,回的历史作为一个捷径，作为一个解释。因为被掳以后，我们知道有两个支派回来，有犹大支派跟边牙民支派，历代至上下。 这个《伊斯拉·尼西米》所记载的这群体是两个支派回来，别连支派当然是少数，别连民支派人不多，多半就是犹大支派的人。当你翻开《尼西米记》第一章，这些从犹大过来逃脱的人是谁呢？犹大，还是犹太人。 为什么有这个犹大族，或者犹太人？其实这个犹大族，或者犹大人，也就是从这个犹大支派人来的人。那我们也知道，编年民支派也附属在他们当中。假设以这个被掳以后归回来做一个解释的话，有可能。 假如扫罗也愿意听神的话，有一点点可能性。当然，我比较喜欢，就我们知道上帝的预知、上帝的预定啊，上帝这样的肯定，百姓所选择的王一定会失败，要由上帝心里选择的才好。但是从三门记上的技术当中，就是我们今天刚读过的这段经文第九章。 第十章、第十一章很仔细的记载，为什么这么仔细的记载呢？最主要就是要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扫罗，当然是百姓应该选择的王，但是沙摩尔也高莫他，沙摩尔也特别把一些印记、一些他受高的一些记号，很清楚的告诉他，让他也可以了解。 他如何受感说话？他如何可以遇见一些先知？他如何碰到一些人？老早，沙摩尔就很清楚的告诉他，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恩赐被引用。他也有机会把以色列人带到战场上面来打战。圣经其实很有趣的，把这些故事很仔细的记载下来。 所以后来在第十一章里面，扫罗真的很顺利，案例为王。我们今天也知道，无论是教会也好，无论是普通这个社会的一些机构也好，虽然我们要指定某一些人成为领袖，虽然我们背后有人支持他们，而是有机会给他们，但是他们也是有一个过程。 同样，九章、十章、十一章有一个过程，有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扫罗在这个时刻真的可以信任他，在这个场合当中，他有机会带领这些群体来打胜仗。所以有一些人开始跟随他，本来只有少数，那现在有很多人愿意跟从他。这里面也就特别。 指出扫罗成为他们当中的君王，成为他们当中神要使用的君王。假设神要我们成为君王，或是成为他要使用的领袖，我们也必须要有宽阔的胸怀。因为当十一章结束的时候，扫罗本来只有一批人跟他走。 后来，全部的人看到他领导的能力，愿意跟随他，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些旁边的人就告诉扫扫罗说：“要赶紧把这些不愿意听从你的人，我们把他杀死了。”扫罗怎么说呢？扫罗说：“这个上帝已经在我们大当中行了神迹骑士在我们当中已经施行拯救，我们不应该杀人，不应该杀人。” 大人不计小人过，有时候要做像扫罗一般要来带领。神，你给我们这种机会，我们一定要心胸宽阔一点。今天神使用不同的人在我们群体当中，有一些人愿意在前面冲，成为很好的领导，正像扫罗一般在前面冲。 别人你看到他的领导能力，但是有时候学习做跟随者，这个跟随者也要奔这个扫罗这种领袖往前冲。各位观众，扫罗在整个故事演变当中，圣经很仔细的写出各种不同的方式。 让我们看出神如何拣选他，萨姆尔也高莫他，那在抽签当中也抽住他出来，那他也有机会彰显他的领导能力，实在是不简单，不简单，因为上帝给他这个机会，上帝给他恩典，扫罗也可以胜任。 所以，圣经就用这几方面写出扫罗很简单的生平，很仔细的写出，慢慢的写出，最主要让我们看到神是很公平的上帝。百姓要他成为王，上帝也旋律他在他们当中服侍，实在不简单，实在不简单。各位观众。 我们对于扫罗的故事，要来一起来思想，一起来看出上帝使用扫罗，像他这种人，像他这种自卑的人，上帝也敢用他。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身世，可能过去的背景也不一样。 有时候我们可能像扫罗一般，觉得我们真的不配，觉得我们不可能这样做。但是从沙母尔的高幕当中，从撒母尔提出一些这个印证的当中，很重要的一点点的功课，就是上帝把心心赐给扫罗，上帝也让扫罗。 有机会使用他的恩赐，让众人也可以看到他领导的能力。有时候我们蛮自卑的，不敢显露我们的恩赐。但是当神有机会让我们使用恩赐的时候，我们应该大胆的摆上，应该更愿意的为主努力，在小事上忠心，上帝必把大事交给我们。 在小事上可以胜任，正像扫罗胜任一般，他也可以为神做大事。上帝可以使用扫罗，上帝也必使用你。上帝要用你。